可以看到这个环境还是非常的不错的，然后两边的银杏叶都黄了，非常的好看啊。现在我们走进去看一下。这里有一个简介：芙蓉古城以川西民居为主，同时融入了江苏民居、云南民居、唐风建筑等中国传统建筑，是典型的四合院型的建筑群。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一个环境，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个拱桥，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像城墙那样的样式，还有一个门洞，这边还有亭子、小溪，一种田园风格呀，非常的安静，这里面非常的适合养老居住。给大家放大一下，看一下这个城楼，这个城楼应该有3个门洞吧？这个是中间这个门洞。这里面环境挺好的，听他们说这里面入住率不是很高，胖丫也不是很清楚。我不知道这芙蓉古城是不是以前这里面可以进去啊？然后是个景区，最后被开发商买下了，然后建的房子啊。胖丫这些都不是很清楚，不知道有没有清楚的可以给胖丫说一下。这边还有一个城楼的样式，叫白兔楼啊，好像是。这个就是旁边的街道，旁边的街道这些房子都是那种仿古性的建筑，比较古色古香，有点像那种紫禁城的风格，你们觉得呢？好了，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有什么可以在评论区给胖丫留言讨论哦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